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东森新闻主播吴雨舒。今天呢，要来跟新鲜人分享一下找工作的一些建议。因为呢，今年比较特别，疫情期间嘛，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确保你想找到的工作单位有看到你的履历。所以当然，除了你的履历要写得吸睛之外，再来最重要的是要透过各式各样的管道让对方看得到。当然，人力银行是一个方式，透过招考是一个方式，但是呢，你也可以更积极一些，比如说你可以透过那个人事部的地址啦，或者是 email 啦，或者是你又透过你有认识的人，用人肉的方式帮你递送履历。当然今年更厉害的，如果你真的可以在这个时候找到工作的话，不要忘记去劳动部申请你的奖励金。你只要是应届毕业生，然后找到了工作，而且你做完六个月的话可以领3万块钱，真的还蛮好康的。祝福大家，就算毕业于 COVID-19 一年，你也是可以找到好的工作。这支影片如果你喜欢，动动手指头转发出去给你的朋友圈，让更多人看到，立刻帮我们按赞分享，订阅开启小铃铛，你的鼓励是我们持续做更好影片的动力哦。